Yay. Yay. Kill the beat, Check. Hey.Yo, 又过了十二点，让我们四个打把 PK。这一个 PK 也看到你们给了我很多的机会，让我今天的展示着我自己，给你看看我的招数。下面那个哥们儿，他的名字叫做妖夫，他唱的歌也十分的好听，十分的走心，让我现在能在音符上面漂浮。妖夫这句话想让你看清楚我的招数。你来到这里，给你好好保护。刚才我嘴巴有点瓢，但是一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给江海一个拥抱。你也知道他的名字。叫做江海，颜值主播赢了我，赢得并不光彩。我只是要和你们简单唱一下 punchline， 让我能够讲述我的样子帅。还有旁边这个小孩，名字叫做徐来，清风徐来。这押韵真的特别难压，让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，就像是徐来打 PK， 他真的难杀。刚才也收获很多礼物过来跟我炫耀，徐来。直播骗票哟，这是 freestyle， 你可以听得见的。你知道我的 freestyle punchline 很炸呢，我的江海在旁边给我打了一个 back up。徐来，我问你咋掰下？不要总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话题，让我展示我自己，那我就展现我的能力。大家在这里面只是开始玩个游戏，没有任何的节奏，也不需要任何的邂逅，只想要让大家都能够开心。四个波间的附加和前进，希望你们都能够玩得有意义，希望你们每天生活能够变得积极。这就是刚才的拍子，跟他玩得特别的混乱，你可能会让我滚蛋。但是我不会走，我依然在你面前，永远都像是一个凶手。可以把那些礼物都装进我的兜，再和你们 freestyle， 将你们给逗乐。我透彻，就为了灌输我的想法。我想要把妖夫放进我的副驾。Yo， 然后我拉着江海和徐来，他们坐在后座，我拉他们去度假。Yeah， 这只是简单的即兴的节目，需要三位老师过来协助。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话题，只是现场即兴编的，没有任何别的意义。Yeah， 现在我没法权衡利弊，让我再说下去，对面三个主播都是我的弟弟，年龄比你大，这不是一个秘密。就这样吧 ，OK。我去，帅帅帅帅帅，好帅啊！确实帅，我去了。